在海星桥，蜜蜂甲蜂鸣都入古堡，做有神秘兵集所。为妻要入古堡，有红衣老奴一朵，有什么？银棍一朵，就一车一点本事。好，只见七窍花红魂，旋风化出披机飞。不知如何去此行去，若无消息，不用担忧，哀家相信小天。有强者的人，不知国外有一人自称绿洲的风港。代表阎罗鬼角而来，想以不主回答阎罗鬼角是吗？此人能通过明执事之考验，非是言语之辈，不主是何必接近？众人请入九里园。是。不主既有要事，那会化身个体，兼生忧伤在心，要多加注意。是。不住告临，令强角虽微弱，怎奈剑河九曲，剑魂未消十必定，疏寒未除，总是下了残局，缺了残局，又是无双如玉。贵客代表阎罗鬼角而来，来人速者，兄弟，不用。哦，说问鬼角如何，乃不是出自鲁中霸主，风月人名扬已久，合盖王庭一宿，琼花千秋。无自己，未准得。但想本部向来与武林含笑联系，如今惹来贵族贵宾，哀家虽是受宠若惊，却亦感纳闷。李鸿阁为小将之人，小将不外一步，愿意接出答案。厉害国父不能解读小将，那便是我所见。哈，灵却不灵，本是江湖传闻。厉害国父与哀家并不在。都是陆地的意派人前来一探，其意图只是令人怨离。我只有一句话：珍惜性命，取出真相解法吧。真相解法在陆地手中吗？你是聪明人，那世代哀家转达陆地，玉鼎一宿的旧屋地，风月人。已准备好了。好，不是此人，无所在。在哀家眼中，伊只是来提供一项重要的信息而已。国宝一行之后。烈风阁欲回归阁，来到阳楼。我求你来此归阁，重要吗？人不该，男何雄心？好，你吗？有定。不容过命，我是这种高傲。